你脚踏车交到第三个朋友了，再来要跟谁交朋友？猫咪老师。我们要让他们两个人的那个，哦，他们两个，他太难过了，不能，太难过了，居然不能做。我靠，猫咪老师又要睡了。难过到不能，难过到不行啊！友善，他们两个吵架啦。他们两个友好度越来越低。他们两个越来越生气啦。他们两个要吵，他们两个快跟他道歉啊，你们对不起啊，别吵架啊，你们两个Bimo Yap. Kumbipa. Isharu Singala. Wasn't? Buddha Palkan. Buddha? 算了算了，我觉得你们两个不要靠在一起好了。And it's above. Opa. Quasnolch. 太可怕了，吓死我了。他跟擦缸不是朋友了。一个尴尬。不然你去跟小屁孩聊天好了。他翘班，你翘班，你开我玩笑。What the holy fuck？ 一个翘班啊！对，我发现他上班迟到了，开我玩笑。哎，猫咪老师嘞？猫咪老师维修咯。我操，你唱歌蛮难听的。哦，修东西一个达到五等的修东西啊，太会了吧！啊 ，Good boy！ 又是你，今天要上班吗？19小时，拥抱。
Vinja.又可以邀请搬住新居哎。哎，为什么他要骂人呢、啊？为什么他一直骂人呢、啊？我问号，赶快道歉啊你！他都一直自己乱来。老子也去工作了。哎，他修到一半都去工作了，我来修好了。别打电动啦，修东西啊。你呀、啊。不要去弄什么东西啦，快点去修东西。你很生气是吧？他怎么还生气？还要生气这么久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！靠，吉祥怎么突然就来睡觉了？他被拉累了、啊。吉祥真的很雷、欸。他自己去睡的那种，他就不会那个把这个。把这个丢进来。这样他就可以踢了，对不对？那、欸、他也不能踢啊。也没丢进来。那你可以来踢的吗？不行。烦哦。可要去上班啊！还没睡饱就要去上班啊 ！C 卡，哎，我觉得会洗屁屁的那种超级难用的。他说他不爽什么？他跟擦缸已经。已经不太行了，他到底为什么会不小心跟吉祥就搞一腿啊？所以我们现在等一下让脚踏车赶快去跟吉祥，不要这么好，收音机也坏了，我的天啊！
不要让他们两个不要那个侮辱。然后变少吗？我操，这样子还要变高？科普一下，打骂，骂他。有了有了，再一个就可以了。再骂他一次。哎呀，这还是恋人。算了，随便你们啊，我不管你们啦、啊。不让他们分手好了。哎，吉祥，吉祥，吉祥，一起照相快，吉祥，别啊，吉祥，猫咪老师回来了，不是猫咪老师回来了，看错了，丢掉。别走啊你！别走啊！来抓我啊！别走啊！哎，等等啊！你真的别走啊！我操嘞！你们跑来这个地方聊天是有什么毛病吗？我还跑到这边来照相。聊艺术。快邀请他进来。邀请他进来，然后再把另外两个杀了。等等，我先存档。等等，为什么有人打给他？哎，同居，哈。可我还是有七个人欸，所以我先把这两个人拉过来。欸，不能。哦，一次只能过来一个人欸，好麻烦哦。那我们先把脚踏车丢过去，这样我就可以一次把两个人删了。然后搬家有什么那个可以用啊？搬家，他们家很豪华啊。